的话，你们的意见才是重点，我们都不是重点。好，谢谢，谢谢黄议员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接下来戴佑明是戴。戴同学，局长，各位乡亲大家好。我前年刚从永春高中毕业，那我看到那个皮，我其实觉得不太可能，因为我在我高中的时候就看到对面那个虎山已经崩了两次了，而且不只是台风来有可能会崩，现在连梅雨来都会崩了。2012年6月10日那天下午，我们就全台湾几乎都放了一个梅雨假。那这样的一个情形下，为什么还可以弄一个皮在那里？朱熹有诗说：“问渠哪得清如许？为有源头活水来。”请问那个皮的水是要从哪里来？是不是那这边四兽山虎豹狮象分别会有三个集水区？那个三个集水区到下面来都是这个地下水排到基隆河去了，或有没有办法从皮里面经过？再来松山家商有游泳队，他们有没有办法可以在里面游泳？南港高中有，他们有划船队，可不可以过来使用？这都是可以考量的。再来捷运，捷运是其实今天费委员最应该要来的。捷运还需要通过交通部的补助，但是我们知道台南市跟台南市他们也很希望有捷运，但是他们都不能有捷运，为什么？就是因为台北有四天龙骨，它捷运可以无限扩张下去吗？而且捷运会有造成，像我们看到象山站，它的使用率非常的低，因为我们知道旁边都是住的是豪宅，他们开的车根本不会用到捷运。那未来捷运先挖过来，这边的人变多，地价上涨，需要搭捷运的人根本没有机会用到捷运，都被因为地价上涨必须要被迫搬离。那请问真正需要搭捷运的人？他们到底有没有需要搭捷运？这就会造成一个恶性循环。各位，我们都尊重一下大家发言，好吗？政府，那同学请。政府举债，就是向我们未来的子孙们举债。那这样子，拿我们未来的钱来挖现在的捷运，为什么？但好。那我现在建议，为什么我们现在不能用既有的公车来疏散？公车我已经在那边算过了，大概两分钟到三分钟就会有一辆公车到信义线或是到南港线去。谢谢。那我建议，我讲完最后一句，我建议交通局在这段时间可以让我们永春站到台北车站可以从25块变成20块。好，这个部分的话，我们请交通局来讨论。好，谢谢。下一位是左富汉左先生吗？在不在？